我对24年的工作是很有信心的。我觉得2024年党的建设工作特别要强调抓实抓严，要突出党员在日常工作当中，在学校的改革发展当中的模范作用。2024年，我们首批书院的强基计划的学生即将毕业，这对他们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对我们工作也是关键的一年。我们希望在整个这个阶段能够更好的支撑他们过渡到下一个阶段的学习和成长。现在能感受到整个学校这个环境啊，包括国家大的环境，对我们培养创新人才是特别好的。我们肯定一定要在这个大环境中再加把劲儿。我们将继续在这个校党委的领导之下，坚持我们马院和思政课的高质量发展。我们继续要推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这门课为核心的思政课的改革，要对标6要和8个相统一的要求，使得我们的思政课效果进一步得到更好的提升。在这个本科生的培养和研究生的培养方面，采取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以提质增效。2024年，我最期待的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希望纸质测试合格率能够恢复到疫情之前的这样的水平。第二个呢，就是2024年是体育代表队成立70周年，70年来不光是在竞赛成绩上，在人才培养上，在队伍建设上，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明年也希望我们的代表队也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第三个，我们要把北体育馆的相关的设施更加完善，其他一些场地和条件也还会持续的去改善。希望老师和同学们都能够利用好我们提供的新的场馆，积极的锻炼身体，争取都能够未来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我们将继续努力推动安全科学学院呢，在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等各个方面的高质量发展，继续强化思想政治工作，深化教育改革，确保教育质量与时俱进呢，培养呢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安全领域的行家里手，进一步推动安全学科的前沿研究，为解决国家重大安全问题呢提供科学支持。持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学科高质量发展，以国家需求为导向，加速实施教学科研等各项重点工作。全体师生将团结实干，乘势而上，共同推动学校学院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2024年呢，我们支部也有一个目标，就是向着北京市离退休6好支部迈进，争取更好和更高质量的发展。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学业上更有成就感，在生活当中更有获得感，在集体当中呢也能更有归属感，每一天都过得更加的充实，更加的精彩，不仅仅实现自己这个生活和人生上的高质量发展，也为学校的立德树人工作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2024年也是我即将开始博士研究生阶段，我也期待着能够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把知识掌握得更加扎实，然后继续投入到飞行汽车领域的探索中，为整个领域的发展以及交通事业的进步做出更多的贡献。2024年是原子弹爆炸60周年，也是邓稼先先生的诞辰100周年，晚了花开也即将迎来100场演出。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希望能够用更加完美的诠释讲好两弹一星的故事，演绎好科学家的精神。作为清华大学的全球传播使者，我希望可以在2024年讲述更加真实的清华故事，也在国际舞台上向世界展示更加真实的中国国际形象。